我叫田小野，24岁。你是处男吗？啊？他的微博关注了922个人，帖子发了8431条，粉丝一。是个死宅，麻烦你了，阿姨。不要整天沉浸在幻想里。叫爸爸。爸爸。6年了，我的生日礼物依旧没能发挥它的作用。When my days are long, 我们又在一起了。对公司的名片够立体的，我要揍他。我也想有全新的开始，和我在一起。回答我一开始的问题。我觉得应该辩证的看，客观的看，全方面的看。你到底看不看？